说起小鬼子，那是人人痛恨；说起抗日神剧，咱中国唯独不缺这个，向来是没有最雷，只有更雷。日前抗日神剧再度降临，这次是小伙伴虐鬼子，弹弓压制鬼子各式武器，广大观众再次被神剧导演的创意所折服。网友吐槽，小朋友你这么屌，你家人知道吗？你们杀死了那么多中国人，你们才应该去死！你们，放下武器，就不放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娱乐新闻为您正式报道。